我们到新西兰九寨沟啦。你看那还有鸭子呀。今天来的不是很巧，我们现在只能走到这个桥这个位置，然后前面再往里走的话就是差不多的湖，就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湖。但是应该从那边可以走过去，如果从那边走的话就是可以走，可以看到更多。哇，这湖水特别的清，就是你现在在这个地方你就能看到水底是怎么样的，我觉得和国内的九寨沟很像。这是一个小停车场，然后过来后这是一个 walkway， 然后进去就能看到南泉了。这是第二个入口处，这是一个停车场，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，如果要走到南泉的话要到这儿，然后刚刚我们在这个位置进来的，然后走过来的。没法带狗，所以森巴今天没有来。你要下吗？反正现在再往前走也没意思了，你不就……那你把鞋换了再下呗。那就慢点儿。哇，这个水超级冰，刚刚老杨就从那上面一直滑下来了，爽吗？嗯，很冰。今天有31度，到这儿来玩水的人贼多。这就是陶波的网红麦当劳，你可以上的飞机上去吃。吃这一家绍兴饭店，这还可以喜欢点单，香酥鸡。我要给我先来个大鸡腿，很大呀。那你吃这块，对。这香酥鸡还不错，红烧肉，红烧肉咋样？我吃一块有点柴。